徐工环境卫士 X1 新一代湿式扫路车，采用中置四扫盘加后置吸嘴的布局形式，利用吸扫结合湿式降尘的方式进行清扫作业，广泛用于城市主干道、城际公路、机场、码头、高速公路等场所的机械化清扫保洁作业。专利风机吸力更强，配备独家专利的专用高效风机，综合性能提升35%，作业能耗最高降低28%。通过优化滚扫转速以及吸盘结构，提高轻质垃圾、大块垃圾及石子等颗粒状垃圾的吸食效率，清扫效率可达99%以上。箱体特制，更大续航。特制不锈钢箱体，精密耐腐蚀。整车设有独立水箱及集成水箱，箱体容积更大，单次加水作业时间长。扫刷快坏，寿命更长。依托徐工国家级研发中心，细化扫刷材料结构分析，精致工艺，实现使用寿命较竞品提升60%以上。扫刷更换，设计快换接口，一推一拉之间轻松更换。无极调速，经济高效。可选装扫盘无极调速功能，扫盘转速可实现无极调速，提升整车不同工况的适应能力。智能控制，实时监测。采用看总线智能控制技术，实现一键式操控，通过屏幕实时掌握作业参数、故障信息等，并有监控等视频功能，使作业状态一目了然。配置优化，减少污染。风机出风口配置阻抗复合型风机消音器，通过主动降噪和被动降噪双重措施，实现扫路车噪声控制在84分贝以下，优化扫路车的喷水降尘系统，扬尘浓度控制在2.5毫克每立方米以下，避免清扫过程中的二次污染。